八法大枪及其攻防技术。八法枪属大枪套路，又名八法大枪。大枪长一丈有余，枪法直径较粗，所以又称大杆子。大枪分马上和步下两种，此为马下大枪。但枪法与马上大枪相同，练大枪时。 没有五枪花的动作，每一动作都讲究实战，多以拦、拿、扎、崩、拖、抖、缠、劈正八法为主，以及点、穿、挑、拨、逼、摔、滑、压。 不八法为辅，在过去战争年代，八法大枪曾是军队中训练拼杀的必修课。八法大枪创始于1906年的辛亥革命前期，当时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。 前期的工作在山西大同地区广为开展，大同义军为了训练部队，创编了八法枪、八法拳、八法刀、八法剑，以及八法弓五个套路。八法弓因为是单式，没有成为套路。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八法拳、八法枪、八法刀、八法剑。现在我把它收编在这里，由人民体育出版社。 出版发行，大家在练习八法大枪的时候，可以参照它进行训练。下面我演练一遍八法大枪的全套路，全套路共有24个动作，包括预备式和收式，总共26个。动作不要求快，但是要求每枪都到位。 下面介绍八法大枪的基本功训练。第一个基本功是拦拿扎基本功训练。跨步出去，弓步，左弓步，左腿腿面要平，小腿面垂直，后腿腿面要蹬直，距离放正常，然后向后坐。大枪。 右手将握住大枪的末端，小拇指要与大枪末端齐平。大枪的枪身要贴住胸脯，目视前方，枪身要平。这个姿势可以作为装弓训练。然后开始练拦枪，拦枪是。 右手向上卷，左手上翻，使掌心朝上。同时，枪呢画一个逆时针的半圆弧，向后摆出。圆弧不必太大，要求怎么样？要求枪尖儿。
的延长线正好保护住你的后背即可，然后拿枪是顺时针画半弧，画上半弧，同时左掌心向下翻，掌心朝下，枪身要平，枪尖朝正前方，圆弧也不必太大，枪尖的延长线向后延长线正好保护住你的前胸和右膝即可。来拿，然后扎枪，弓步送出，枪身要平，两背平直，力量直达枪尖，后腿要蹬直。大家看练习，来拿扎，如此反复练习，这就是来拿扎的动作。第二个基本功训练，上下挑皮枪。弓马步站立，两手握枪，右手握在枪末端，左手支背前举，使枪尖直向正前方，然后身体后坐，尽力向上挑起，力打枪的前身，然后劈身下坐，身体前倾，枪下下劈，再挑起。挑起的时候大家注意背要直，不可弯曲。大家看怎么动作，上挑要起到蹬抖的作用发力，下劈，上挑，下劈，上挑，下劈，反复练习。无论上挑或者下劈，两脚都不许移动，力量要直达枪的前身。再看一遍，在上挑的时候右手要向下抽，下劈时候右手向前竖出，下一个动作横平抖臂枪，两腿开步站立，形成弓马步，也就是有的拳里边叫坐山桩步。两手握枪，右手枪把与枪的与枪底相皮，左手直背前举，两眼目视前方，枪身紧贴胸脯，枪剑一体，然后随着腰的向后旋转，枪向后摆，然后再向随着腰的旋转，枪向前逼，摆臂的时候要发力。在摆臂的过程中，枪身不许离开身体，要始终紧贴是胸脯。大家再看一遍，下一个基本功训练，蹼步崩劈枪。两腿开步站立，右手握枪，左手直背举枪，枪身直贴胸脯，先向上挑，然后蹼步下摔，同时右手向前送出，左腿蹼步的蹬直，脚底面不许离开地面，不许这样，只许啊放平，两背要伸直，左背要平压在枪身上，然后身体向前指前移起立，同时呢将枪向前举出，然后上抖，抖的时候要发力，然后再下劈，
再起斗。下一个基本功训练，脚枪、残枪训练。两腿高跨步站立，两枪平举，两手平举枪，枪身直贴前胸，然后以右手腕缠绕，还有左手腕缠绕，顺缠逆缠训练，然后身背训练，缠绕训练。好，现在我先演练第一段，该枪共分两段，第一段动作比较长，先演练第一段。讲解第一段，第一个动作，预备式，两腿直立，两背下垂，枪下端直抵地面，使枪身垂直向上，身体目视前方，抬头挺胸，含腹收垮，目视前方。下一动，大开门，右手提枪上举，左手接枪，右手下滑至枪底，枪由上向前直背送出，同时左手变掌。这个动作是行礼式，两背直背向前平举，两腿直立，目视借切枪尖，然后右腿向后侧，同时左腿变为虚步，右手提枪后拖，枪尖不许离地，左掌平举，目视前方，提枪在左，提枪在左是左手向枪身握去，然后向左后方抖枪，同时左腿虚步向后平侧，变成丁虚步。再给大家来一遍。前面这三个动作是一个小节，我给大家从头做一遍。下一动作，珍珠倒卷帘，左背直背前举，同时左腿向前跨步，残枪，身体与枪身紧贴，左背缠绕，使枪尖逆时针旋转三圈，然后向上提枪上挑，同时左腿提起，然后向前落劈枪，呈马步劈枪，劈枪的时候枪身要贴住腹部，
立打枪前的时候，把这个动作给大家完整看一遍。下一动作，怀中抱月，结上式，左背直背前举，枪身为上上，然后右腿向前跨步，同时缠枪，逆时针缠枪三圈，然后跟右步正脚上托枪。上托枪的时候，身体直立，并不站直，枪身直贴前胸，枪尖向左前方，目视左前方。给大家再重复做一遍。下一动作，国草行蛇，右腿后侧，同时左手反腕，手心朝后向下拨枪，然后左腿在后侧，枪向上摆。第二次，左腿在后侧，枪向后拨，拨枪，尽力直搭枪前身，目视枪尖，甚至枪身要紧贴胸的前胸。给大家重复做一遍。在向后拨枪的时候，要以腰带背，向后弹倒发力。下一动作，铁牛耕地，枪身直贴左前胸，同时上左腿，重心向左移，同时发力，枪向前拨，逼枪，做起来要以腰带背发力。再做一遍。在做的时候，左手要反腕上拧，使掌心朝上，把这两个动作连起来做一下。下一动，中平枪，身体向后坐，同时拦枪，直背拦枪，枪袖向后摆，然后拿枪顺时针画弧，枪向前摆，然后直背向左前方扎出，身体向前，成为左弓步，连扎三次。下来再给大家重复一遍。下一动作，铜锈枪，枪右手向后回收枪，收到左腋下，同时左手内旋外拨，使枪向外拨枪，然后上右腿，枪画弧，顺时针画弧下拨，抖枪，力打枪前身。给大家再重复一遍。下一动，黄龙拓杆，右腿提起，向枪前身提去，向前落步，然后提左腿向前落步劈枪。给大家重做一遍。提腿要跳步，然后下劈枪，枪略高于前胸，要与肩同高，后手稍低，目视枪尖。下一动作，
枯树盘根，左手缠枪，同时左腿后侧向后斜步下坐，枪尖上绷，以目视前方。给大家重做一遍。下一动，横劈花山，左腿身体起立，左腿向后侧，然后右腿后侧，枪随着身体后侧向下拨枪，然后由左上方向下劈枪。给大家重做一遍。在下劈枪的时候，左腿还需再侧一步。下一动，大开门，又叫怀抱琵琶，左腿上步，然后乘马步，同时双手脚枪向后弹抖，再给大家做一遍。再下一动，朝天一炷香，右腿上步，然后左腿跟上步，同时枪向右侧横抖，同时正左脚目向左前方。给大家再做一遍。下一动，指南针，右腿向左腿并用力，同时两腿直立站起，双手举枪向左下方劈枪。给大家再做一遍。在下劈枪的末梢，然后上举，稍稍上举，枪身紧贴前胸，枪身平向左前方。刚才我们演练的是第一段，现在我们演练第二段。现在开始讲解第二段，接上一动，指南金针，这一动滴水式，右腿向后侧，右手上举，枪尖向左前方下插，同时呈左弓步，右腿蹬直。给大家重做一遍。下一动，伏虎枪，身体向后移动，右手抽枪向左上方挑起，然后瀑布下劈枪，也可以上后提起弓步下劈枪，两种练法一样。给大家做一遍。把这个两个动作连起来做一遍。滴水式，伏虎枪，退步粘杆，这个动作是双手脚枪，然后左腿后侧呈斜步。给大家再做一遍。
左腿向后侧，同时双手脚枪，枪身贴贴着胸部，然后从左膝部枪向上奔。退步沾杆，接鹞子入帘，身体起立，枪向前送出，同时提右腿，然后跳起向下撑黄龙脱杆。给大家重述一遍，这两个动作连续做的要领，身体起立，枪向前平送，同时提右腿，然后向前跃出，跃入帘，正脚劈枪，然后接黄龙脱杆，右腿踢枪杆，踢起，二次劈枪，马步劈枪，然后脚手劈枪，后侧步，枪上上上脚，左腿后侧，从后头步。然后右腿向后侧步，左腿提起下拨枪，左腿向后侧向前劈枪，这脚手劈枪，把这三个动作连起来做一下。下一动风脚雪，枪向后拨，左腿向前扫腿，枪身不可离开身体，枪尖离地面约一尺高，然后枪向前逼枪，左腿向后侧，同时枪身不许离开身体，如此反复三次，然后变成马步中平枪，来拿扎向前扎出，然后铜锈枪抽回，左腿弓步，右腿蹬直，左手向后翻转下臂枪，然后右腿向前上步，身体向后折上挑枪。给大家再做一遍，下一动中平枪，扎枪出去，然后枪身向上挑，然后枪身在下部下劈，瀑布下劈，弓步在上挑，再下劈，连着三次，凤凰三点头，然后中平枪，蓝枪扎枪，蓝枪拿枪扎枪，蓝枪拿枪扎枪，三次，右手抽回枪，同时下身体下沉，倒把扫枪扫杆，然后抽回，左腿提回，并不站立，左手向左侧举去，然后放下。八法大枪的用法以正八法为主，在武术兵器里有讲究，一寸的小，一寸的强，一寸的长，一寸的强。短小精干的器械，比如刀了、匕首了，必须以身法取胜，以巧取胜。大兵器，长枪、大刀、大斧，必须以攻的取胜。八法大枪属于长枪，它属于强兵器系列，因此必须以攻法取胜，来不得半点虚假。八法大枪里边的以正八法为主，也就是拦枪、拿枪、扎枪、崩枪、拖枪、缠枪、抖枪、劈枪。
现在我们把这八法的要领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对方枪向我左肩扎来，我右手上翻，左手向上翻起，同时逆时针画弧下压，这为拦枪，对吧？拦枪的圆弧不要太远，也就是你的枪尖的延长线保护住你的后背即可。如果拦得太远，前面就镂空，就容易对方偷袭过来，气节偷袭过来，因此拦枪必须要小，圈要小，啪，同时要抖，这就是拦枪。拦枪要领要注意，身体要枪一定要贴住胸脯，然后以腰带劲儿，劲力从脚跟起，食指抓地，脚不许移动，然后向后拨枪，拨抖，这就是拦枪的用法。第二动，拿枪的用法，对方枪向右前方扎来，对，右前方扎来，左手反腕下扣，这为拿枪，这个方法为拿。拿枪时候同样注意，枪身不许离开身体，同时呢，枪的画弧也不许太大，太大，肋就空了，对方枪就可以直接刺入，你刺一下可以刺入，哎，就可以刺入。因此，拿枪的时候也应当小，也就枪尖能护住前胸和身体的任何部位即可，不要走得太大。这就是拿枪的要领。下一种扎枪的要领，当你得势的时候，应当右背向前竖劲，力量直达枪尖，要有穿透力。扎枪，这扎枪，直扎，对吧？那么拦拿扎，往往在枪法里边经常出现。花枪经常是枪身与身体离开，这样呢不利于格斗。而真正的拼刺杀过程中，枪身必须与身体贴着，拦枪，向右扎过来，哎，拿枪，拦拿，然后扎枪，对吧？注意这拦拿扎。下一个呢就是拖枪，拖枪就是什么呢？对方偏上，右上方偏上扎来，哎，拖枪，注意上拖。拖枪的时候力量有个向上前上方画弧的力量，上拖要随着身体和的上升，随着脚步的正脚产生力量。给大家再做一遍，对吧？这就上拖。下一法，崩枪。崩枪是由下向上为崩，例如对方刀劈来，后撤枪向上才崩枪。大家注意，崩枪由下向上往往是崩腕部，而且同时身体要后撤，作用在枪尖向上崩起，对吧？给大家再做一遍看一下，崩枪啊，崩枪位置，崩枪位置要由下向上崩起，要把对方枪崩掉，嘿，对吧？这个意思，崩枪。下一动，抖枪。抖枪是从前向后为抖，对方枪劈来，刀劈来以后，横向抖枪，这为抖枪。再来一遍，以功力取胜啊，这为抖枪。抖的时候注意，枪身一定要贴住胸脯，枪剑合一，然后用腰旋转，全身尽力甩一枪的前侧，为抖枪啊。残枪
是将对方的器械进行缠绕，然后把他把枪把器械搞掉，对方刀不起来，走。缠枪的用法啊，再做一遍，我看看。走，缠枪的用法啊，劈枪的用法，对方枪扎来，自己的枪由左上方向右下方横劈，哎，劈枪，对吧？劈枪的时候，往往要配合腿，往往腿要后撤，或者前跨。重来一遍。这就是枪的正八法，现在把这八法综合起来应用一下。综合应用，对方枪向左肩扎来，我拦枪，然后向前扎枪，大家看一眼啊，擦，扎枪，左肩，哎。下面介绍拿枪与扎枪组合，对方枪向右前方扎来，哎，劈枪，嘿，下面介绍副八法，副八法第一个是点，点穿，点枪，它是用枪尖向下点出为点枪，大家看一下，点枪往往取对方的脚面膝盖以下为点。穿枪第二个副八法是穿枪，穿枪是在对方进攻的时候划过枪体，穿出枪体，穿出穿枪。副八法的第三个是挑枪，挑枪是由下向上，往往是斜步向挑，和弓步上挑。副八法第四个是搏枪，搏枪是往往是在对方取自己下盘的时候，自己侧步回拨，在我们八法拳里边一开始就有搏枪，看搏枪，好。副八法点枪，对方向自己扎来，侧步下点，对吧？用法要只取对方的脚面和膝盖以下点枪，对吧？再来点枪啊，穿枪，对方扎枪过来，向左肩扎枪过来，划回穿出穿枪，这就是穿枪的用法啊。挑枪的用法，对方向上部扎来，向上部扎来，上挑，这是一种斜步上挑，弓步上挑，上挑，对吧？避开了上挑。拨枪，对方向对自己下方扎来，侧步逼枪，对，拨枪啊，要拨开。副八法的第五种，逼枪，就如果对方向右前方扎来，向前为逼枪，为逼枪。滑枪，副八法的滑枪，对方扎来以后，哎呀，送枪往前滑，滑枪，滑枪，再来一遍，滑枪。下一个动作，
摔枪，对方向右前方扎来，向下摔，摔枪的用法。啊，好。当对方枪向自己扎来，而且扎得很深的时候，压枪，要压住，啊，压枪。这是副八法，把正八法和副八法组合起来，就会组合成枪法的许多用法。下面我们介绍几组组合应用。对方刀劈来，向左肩劈来的时候，用拦枪，然后摔枪，对吧？给大家重复一遍，嘿嚓！当对方刀向我右前方劈来时，拿枪，然后抖向，嘿，下面崩枪，对方向自己头部劈来时，后侧枪上崩，把枪绕出来，枪上崩，给大家重复一遍，嘿。对方向自己右前方劈来时，脱枪，鼻枪与脱枪的组合。对方向我右前方扎来，大家注意，为什么这个要用脱枪呢？因为对方扎过来以后，我自己鼻枪，对方的左肋就镂空，这时候直取对方肋部。给再重复一遍，再讲，嘿。下面点枪与压枪的组合，对方横扫过来，我压枪，然后下点，下点对方七二，啊，好，这样这个动作啊。嗨，走！滑枪，对方枪炸来以后，向我右前方炸来，我下压，然后送杆前滑，然后直取对方左肋，扎枪出去。大家连续做一遍，嗨，走！